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刘婷，小溪学长今晚是我的舞伴，你应该有自己的舞伴。哦，焦琳琳是我的舞伴。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那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先走。谢谢你给我解围啊，但是我今天不想跳舞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视频已经给我删干净了，那件事不许再提了。周琳琳，你别跟着我啊。网球青年赛的冠军，怪不得弹跳跟飞一样摔得爆啊。部长快去。是，谢谢你啊。原来是你。我们认识吗？难道你不想谢谢我的球吗？那天晚上训练结束，刚好看见你在抓小偷，就顺便发个球把他放倒。我说他怎么突然倒了呢？原来是你。不好意思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经管学院文涛。设计学院周琳琳。既然我们这么有缘，待会儿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？抱歉啊，我今天不太想跳舞。欢迎各位新生走进联谊舞会，现在让我们燃放热情，品味浪漫，挽起你身边的舞伴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吧。接下来要进入的是舞曲环节，特别提示，当音乐变奏时，大家可以跟随节奏与周围的朋友交换舞伴，祝各位玩得开心。接下来是今晚的第一支舞曲，祝各位同学脚步飞旋，邂逅浪漫。周琳琳，来联谊舞会却不跳舞吗？如果你是因为不会，那我可以教你。同学你好。你是？计算机学院方玉甫，周琳琳的舞伴。我有话跟你说。谁是你舞伴啊？恭喜你，基础数值合格。接下来麻烦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、健康状况、生育预期、择偶标准，还有性取向。哦，你放心，以上信息即使登记入库，我也绝对不会向外透露半个字。你是第一次参加舞会吗？等会你就知道。不是说说事儿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边跳边说。你会跳舞吗？试试。我不会跳。我教你。
方一口，别紧张，直接告诉他你就是雨神，告诉他有关雨神的一切。没想到你这么会挑啊！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呢。不是说说正事吗？你还真来跳舞的呀？事情要从高一下学期的广播站说起。高一下学期的广播站，你还嫌不够尴尬呀？要理清底层逻辑，必须从高一。高一的时候，你已经在玩滑板了吧？那天我看你动作非常熟练。我是小时候就……玲玲初三暑假的第一周就学会了。对了，玲玲，前两天我看你还上了论坛热搜，我当时就发现是你了。怪不得你知道我名字。过两天有我的网球比赛，到时候给你拿张票，要不要？我……玲玲对网球不感兴趣。放心，我会让她感兴趣的。小四学长，周玲玲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马上就要搬回宿舍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就是为了你啊。我交换舞伴。吴婷，你误会我和小学长的关系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这里太吵了，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。还有比这里更适合约会的地方吗？我太累了，至少跳完这一曲，走你。抱歉啊，我不喜欢男人。你觉得我喜欢男人吗？姐妹的男人，再合适也要淘汰。交换舞伴。顺便告诉你，我看出来你暗恋玲玲。对，所以呢？这么没自信，你怎么不敢告诉他？物极必反，欲速不达。咋呼的越欢，死的越快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哎，王姐，如婷说她要搬回宿舍住了。什么？宿舍，我东西都在这床上呢。不多说了啊，我回去收拾东西了。小西学长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如果你已经不再相信，那雨神是谁还重要吗？玲玲，可以给你跳一支舞吗？方一可。